Hello， 大家好，我是队伍。我们今天算是暌违已久的要出去玩了。这个 weekend 是 Jamie 的生日，所以我们要从南加这边出发到北加。我在三个多月之前呢，订了一个号称非常非常高级的饭店，就花掉了我所有信用卡的点数。然后它是 all inclusive， 然后它是 adult only， 就是成人只能成人入住，但是不是 motel 那种感觉，它是非常高级一个小小的度假村。它一个晚上要价大概美金1600左右，非常非常非常的贵，但用信用卡点数换就会比较便宜啦，所以这次就去看看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钱。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那地方我们要去的地方在 Big Sur， 所以我们大概要开6个多小时的车上去。那我们原本的计划的行程呢，是我们要走加州最漂亮的1号公路，就沿着海岸线慢慢开上去。可是因为前阵子下大雨，然后土石流，所以整个路都瘫掉，变成我们要绕路，先往北开再下去。那 Jimmy 在买咖啡，买完之后我们就要出发喽 ，Go Go！到了 ，After 6个小时多，没错。Yes, Wu W U。哇，进来了，进来了。很黑，什么都看不到了。Oh my god！ 我们明天中午要吃土了。我今天早上有准备可颂，好不好？哦、oh, ，超跑，哦、oh, ，超跑，超跑。不，56间房间，59间房间，哪来那么多车啊？可怜，连住5星级饭店都在那边怕自己的车是最烂的。Infinity 超还好的吧？你都会可以闻到那个木头的味道，然后可能一点精油味吧，感觉这地方也超正的，或是烧的。好紧张啊，好紧张啊！你看吧，我刚刚就说，我刚刚就说那个小车就来接我，就有人不信。哼，我就是一个来享受的人。怎么踏伐我都无所谓，我就是命好。哼！我刚刚看这、Starry night， 噔噔噔噔噔，谢谢我们的导游先生的精心安排，希望不会让你失望。我是一个很知足幸福的人。OK。对啊。哦，我们包就这样子被丢在这里。里面多少钱？那不会有人来5星级饭店，然后用这种，人家都是 remove 啊 ，LV。他说：“你看，这也是一样。”他就说：“整间都消毒过。” So you are the first one。没错。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 Oopsie， 哇！
哇，他最小间还长这么这样子。等一下，我没有成功啦。OK， 虚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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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伪。刚刚他真的忙这个，哎呦。我们再进去。有有进去，可以了。可是他都不会有声音吗？现在开不了啊。有了。哇！Oh my god， 这个浴室好赤裸哦，可以边泡边跟外面的人讲话。我要再来一次，等我一下。Take three 。干嘛？我不要，我要躲。你很丑，我打开。好，我躲起来，我躲起来。可怜啊，老婆要拍这种东西，我还要让她躲起来。而且他很屌，是他整间房间都可以闻到那个快木的味道，这个真的是，各位你影片里面感觉不出来，就很有日本饭店的那种感觉。我们去，没事，我们只是来山上住个小木屋，住个小木屋，很丑啦，高级的东西啦。Sash， 鼠尾草。Native Americans， 那不是一堆那个卫生纸包在一起。你不要讲出一些让我想杀人的话。鼠尾草，不知道这看起来好像那种，你去星巴克或什么卫生纸包一团，然后我在橡皮筋上。哦，很香哎。废话。太黑了，哪里？哦，真的啊！我以为我们的窗户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就是我们的泡澡就是浴缸会看到海景。哦，可是我们要你要再升级成海景套房才行。可以加油。你不是说要干杯先吗？要干杯啊！我要干杯啊！我用气泡水干杯。气泡水有什么好干杯？喝这个高级气泡水的感觉是什么感觉？我最超讨厌喝气泡水。现在讲话都很轻声。跳出舒适圈。他这辈子可能喝不到三次，没喝超过三次吧。我超讨厌喝，他很讨厌喝气泡水。正在清你的 palate， OK？ OK， OK。Thank you。上菜喽。哎，不专业，这怎么这样子？章鱼，我干，我也想吃章鱼，你阻止我吃章鱼，害我怎么吃这虾小啦？我是一个人吃的。干。店家说你点了什么？我点了 short rib au poivre， something like that。 红欧郎，他还给我整罐的蜂蜜，大神就会把这罐蜂蜜带走，然后还给我一个蒸过的 steam milk。 这个是你的是比较漂亮。这个是什么？ some kind of brulee。 我的是嗨，你喝醉了吗？这位太太，没有。它整个口感呢、啊？嗯，很像鱼标。可爱的阿伯送了我们这个。嗯，我想念他们剩下的一些，你知道。嗯哼。我好看到云南茶哦。Excuse me, I'd like to have the Ali Shan。I don't want the Yunnan. I want Ali Shan. 大家都走了。
小姐你好，我是你今晚的 butler。My name is Daniel. Okay. The mean blood. Would you light up the fire for me? Okay. My feet are freezing. Thank you. Please. Thank you. 我太想吐了啦！我吃太多了。是真的，他们在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走路走一走，坐在公园。走一走，他说：“哦，好吐。”得脚步，高手吃太多。我们来放一下那个片段。他觉得他吃太多了，有点想吐。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二次这样子了。你很烦呢。回来。哦，当时的脸也是这样。赶快！现在真的有一种。小时候去避旅，然后我们要走去饭厅，然后经过这个小小的森林浴，洗脑的感觉，真的是很舒服。应该就是 mash 在最里面。我点的是什么？chicken 什么 ？chicken hash， 就是 chicken 跟 hash brown。我点的是我点的贵四块，我赢了。我多加了一杯六块，我赢了，这杯六块。OK， 花 tea 一人12 ，latte 六块。但是因为我们是 all inclusive， 所以。它会清零，但总之是88块。那既然都是 all inclusive， 为什么要给你那个单子呢？请解答。你要给那小费啊。看看看，这个嘛，就是食物的税，6块多。还有一个特别的加州旅游税，虽然很少啦，才多少钱？8 cent。就是。是我们一个从来没看过的东西，可能只有在 Madrid 这个地方才有。这里就是最有名的 Big Sea Bridge， 就是 Big Sur 最有名的桥呢，就是后面的桥。如果说整个加州的1号公路、海岸公路只能选一段开的话，这里绝对绝对是一定要开的那一段。欢迎收看《野人七号》。
要当李知怡。喜欢人家，然后人家可爱。只会在学校的水沟里面折船，跟朋友比赛而已。很有趣，好不好？你真的不懂。OK， 大家，我们现在是快四点，我们决定回来旅馆走一走他们的小 trail， 因为那 trail 是一个旅馆限定的，对，所以。我们如果现在不走的话，有钱人的 trail， 没错，我们以后不会再来住了，所以我们先走那个 trail， 对，不要把 CP 值发挥到极限，好不好？最高最高最高。他们前面是真的，全部都圆圈圈，就是一般的，你自己搭帐篷。这个梯什么的，这个就是很屌的高级圆。哎、欸，很多哎、欸。不用烦恼什么搭不搭帐那些的，然后你在外面生活，里面真的会有一个高级的床给你。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因为其实我最早想要订这间的时候，我其实是先看 glamping，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哎、欸，你不是想要吊床吗？吊床出行，但是因为你用信用卡换点数是没有办法换 glamping， 哦是啊，对，你只能换。旅馆房间，全民估价王，来猜猜，究竟这样子的奢华旅行，究竟一个晚上的观品会是多少钱呢？你猜猜，我听到了。哦，你听到了。嗯，好像这里很吵吗？266一个这样子，而且你还有 WiFi。所以其实你没有 disconnect， 还是没意义。但是266，我觉得，可是它没有韩餐哦。对了，你就是自己要煮啊，当然就没有韩餐。266这样是贵吗？其实266你可以住一个很不错的 Airbnb 了，嗯，对吧？但是就是体验啊 ，Airbnb 跟这里的光品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不用摸黑吃饭，也不用散红，也不用散红，因为我们头上就有火花，对，而且是不会变小的火花，没错，好贴心哦，今天的盘子是温的，每天都是温的，是吗？昨天上来是温的，我已经暖过手，昨天的手，他昨天骗我吃那个什么东东腊肠。欸、是我今天跟他点的一模一样。你是不是也喜欢？我最喜欢吃的真的就是姜母。OK， 吃吃吃。因为我们昨天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想说，哦，那就是前菜、中主菜跟甜点。对。是不是旁边的白人都点说，哦，那我要再加点什么什么什么？而且他旁边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加点葱、蛋白质。你学白人就学白人，你的脖子不要在那边硬吃。白人就这样子啊，白人这样。种族歧视到吗？
天我们只是要吃早餐，然后就退房了。我们要吃饭了，今天一直下这种小稿，而且今天只剩四桌。因为我们今天学会了，我们要学外国人多点的东西，一点东西。路程遥远，我们可以带一点东西。诗琪，大家，我刚刚那个画面，我刚位置实在是太阳太大了。我把太阳眼镜拿起来戴。黄明志啊，干他是我黄明志，白痴哦，有什么毛病啊？黄明志多才多艺，你头那么大，人家唱过俱佳哎，你怎样？你搞笑啊？你是 creator 好不好？下的是冰雹。OK， 大家我们要离开这里 ，check out 了。然后我们其实有跟他说，哦，就是这是 Jamie 的生日，但其实我们就只得到一句 Happy Birthday 而已，就这样。好的。别人都有蜡烛。对啊，不知道为什么。看，现在云都打开了，希望可以维持这个。刚刚下冰雹了。没错，下冰雹还可以。就这样，我们要返璞归真的，我们的五星级人生结束了，跟大家说拜拜，人生。